开饭，先来一个花茄子，劈腿茄子。红烧肉，拜拜。油鲜香干回锅肉，哇，咱们家这款
正宗的湖南幽县香干，你收到货之后口感特别软，焯一下水之后再炒，豆香味很浓，而且它没有任何怪味。这个香干就是现做现发，你今天拍我们就当天做，明天发出去。口感特别好，放心拍。拜拜。好吃。米粉。嗯。好的，赶紧吃个好的。喂，我是第一次吃鸭腿，但是鸭腿好香啊，是不是啊？嗯，香辣脆。嗯，香喷喷的。但这鸭腿上没肉啊，不是皮，吃的就是那个香味。太香了，好吃。吃饺子打蘸水，做油泼辣子特别合适啊！它是熟的，你看直接干撒在这上面。它吸了汤之后的话，很香啊，好好吃。对，比放油辣椒也好吃。对的，一股荷香味，哪个口味都好吃。但是我只建议大家买中辣跟加辣的，微辣的胡辣椒的话，说实话不怎么好吃啊。嗯。
但视频里面每一碗米粉放的都是这个胡辣椒。对，除了放人人会，还要放胡辣椒啊。这个辣椒是熟的哦，可以直接用啊。对，做凉拌菜多好吃，好香啊。贵州的胡辣椒大家一定要尝试一下。我买胡辣椒，太好吃了，太香了。相当好吃啊。我这里是这个香干的。对，暖暖的啊。对，一包是半斤啊，一餐炒一包就可以了，可以掉干净啊。对，买两包划算啊。哇，香干家常菜啊，炒芹菜炒点肉，素炒都好吃。香干说的话的话，一定要冷藏保存，然后大五花肉。这款香干真的比我们当地菜市场的要好吃多了。对，好的。